实况益智 Livers 是结合实况的爬塔三消游戏，玩家可以在随机地图上自由选择路线前进，看是要打怪拿宝还是进卡牌商店买东西。每次战斗会有三个回合，消除怪物血条旁所显示的属性，就可以对它造成伤害。敌人也会有封锁、扣除回合等攻击方式来伤害玩家。该怎么在有限次数内造成最大的伤害，就是玩家的课题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每次进地图就是一次攻略，结束后只能获得卡牌，金币是不会留下来的哦。卡牌拥有不同的功能，每次进地图只能带一个技能卡牌，而且要累积能量条才可以使用。效果牌则是像基本属性点一样，一上阵就会使用。另外，如果开联动实况 APP 游玩，观众捐赠爱心就可以增加友情攻击能量条，帮助玩家过关斩将。就算你在实况途中不幸阵亡，还可以免费获得五次移动次数。对于差一点就能够过关的玩家来说，这个功能超重要的啦。